哎呦，不是，走，哎呀，这腿拐的，走不了，走不了也得走啊。这哎呦哎呦，再钻进去了，乌头驴。就是上回看那个一位李教授那个女说，就是说他比较吃劲，说是太妖了，太妖了，他吐他下边路上。对对对，千层到十九万的。一会儿想下俩条呢，好，俩条不行。好，这又快下了啊。嗯，肚子那么大，哎，大不窄。高点呀，你聊。哎呀，电子配合呀。他说救我了，先。尿尿的还走不了多少，走不了多少。对。多少走不了？还不是那个。年龄来。得不到。就他爹那病的，你娘就会的，你娘的你。行啊，行，这一个口罩人家也多了，你下去谁走了？陈总，你看你看到了多少，看了看了吧。小辉姐，你看看这大肉体的，看了吧？这多少？看了吧？没地方有。这是啥鱼？你看这儿肉的？没见了，别让人。一弄他都不愿意做，一弄就是我的。我，他这肉体在埋子里。肉刺买了都走不了，走不了了，扛着了是吧？你都疼没？疼。吃着五成了是吧？多了五成，这不公正了。这一看看，老弟，看，我走了。嗯，你愿意丢，就是多的是吧？都不叫小了，后悔。灵魂。看这么大块在这儿，小伙子，你发大火，小伙子跑起来了，啊，小伙子跑起来了，
回我的村了，这个腿疼了都不愿坐了。嗯。我说拆粉卷。哎，不能破了。看这么大块的，看了吧？那头不走没？这皮儿呢？这手边的呢，不给收，放了我就没收。那他要不贵啊，那就卡住他了。嗯。这皮儿没那个啥。走，这多少斤？都没劲了，都没劲了。鱼鱼鱼，慢点儿的。师傅呢？提子还是不会是吧？不会。哎。你坐那儿，你坐那儿，你坐那儿。